我们这个节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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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，是和我们主题有关系吗？是，那古代的，那就是包拯吗？是，哇，厉害，可以呀、啊。如果待会儿你的是白纸的话，就很厉害了。他们也猜不出来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。我们竟然输给他们了。但是我们要猜出来，我们还能得一分。现在二十分了啊！厉害。谁给的最致命的问题？你们猜也可以大方的商量。我就猜宝哥，我只能猜宝哥。宝哥，我们觉得是宝哥。干嘛呀？就是你，你上面有字儿，你上面有字儿，陪你看了半天，还不？宝哥，请拿出你的。怎么可能会有呢？杨洋太强了，他控制在六个问题把他答对，同时还不引起怀疑。但是他自己怎么能猜包？所以他就演呢。他如果不猜的话，你们就觉得是他。得演，来，是用的吗？不是。有生命吗？是个人吗？是。是和我们主题有关系吗？是。是包拯吗？是。我们服了，太强了！你这个游戏在于它可以数我们问题数，它只要控制在里面答出来，他就赢了。但是他如果要这样做，就会特别容易暴露。对，他就先问点别的，下一轮他们先猜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到你们先来啊！行。宝哥，练练浮夸，宝哥。来，准备开始啊！是人吗？是。屌拿到了，又拿到了，真没有，真没有，这个真没有，但这也是霍迪，哇哦！是今天这些人物里的人物吗？又是，是。Oh my god！ 宝哥，这次是宝哥了，反其道而行之。是两个字吗？不是，好，三个字。范丞丞、汪苏泷、宋小宝。这个人是我们宝哥。是藏藏不住吗？是你们对的吗？是我们对的。宝哥，问问题吗？干嘛还非要我呢？不对。什么？有可能是家族名，但肯定是人名，是人名。有个问题很好啊，是本来就很黑吗？行，今天黑不黑？啊，哎，今天是比较黑吗？啊，不好说。啊，别着急，宝哥，告诉他们你可以，可以。他们是三个字的人名，就问一下，是汪苏泷吗？或者是宋小宝吗？其实就这么问就可以了。是宋小宝吗？不是。是汪苏泷吗？不是。别问我了。你是两个字的。别着急，问题太多了。只剩他了，缓一缓。只剩一个了，就剩一个，还要缓一缓呢。已经结束了。是范丞丞吗？是范丞丞吗？不是。缓一缓，缓一缓。人是人，然后又是现代的。他没说是人名，他没说是人名，是人，没说人名。是这样，来。是人是是组合名吗？是。啊。是什么名？组合名。组合名在我们现在这里，组合名。哎呀，春游家族，答对。你以为是人名是吗？对，我以为是人。我以为杨洋早就说了，他就说是组合，我们组合是我多问了好几个问题，但是你也答对了，所以还是有一分。杨洋跟上一期不一样，我刚说了还是宝哥，宝哥，宝哥吧。我们猜是宋小宝，宝哥。宝哥，你这题带的不？就要你不管，就要你，就要你。你们怎么猜到的呢？他都一直没咋说话。啊！那宝哥给他们公布一下。你们怎么猜错呢？猜错了。
杨洋金这一集 YYDS， 又是杨洋。